開始至到呢度，幫我而家練十次。係啦。我嗱，你有錯即刻 stop 你啊！你有錯即刻 stop 你得唔得先？係啦，你要即刻停。你中意睇，你可以睇阿 Marking 嗰個書。嗰個 G 音嚟嘅，唔係 F 音彈出咗。Thank you.
有冇？少少啦。喂，吹唔吹到嚟？哥哥，頭先我校咗個風扇，我見啲頭髮喐，應該吹到嚟啦。第五路呢個。你屋企唔係咁練嘅，屋企係咪咁練琴噶？錯，再嚟講，錯咗。Thank you.
要咁樣練啊，知唔知道？哥哥，係啦，屋企你點樣練琴嘅？頭先你彈緊嘅時候，你都冇答我。你係成首成首由頭到尾練一次咁樣。你明唔明我嘅方法啊？你唔熟嘅地方，你就要抽出嚟，就係練嗰句，咁先 work 㗎。你唔使用十分鐘嚟搞掂最尾嗰句啦。如果你成首練咧，你閒閒地兩分鐘。兩分鐘你在十分鐘裡面你只可以彈五次，你這一句只可以彈到五次，不 work 的，不夠效率的。我們講求現在我們這麼短的時間要練好一首歌，是要講效率。仔細的東西我都沒特意去執你了，什麼仔細的東西？我之前講過我要你的窩勢左勢是這樣的，跟住二粒一二粒，因為你個窩勢咁樣跳噶嘛，你要跟住人哋個腳步去跳。我哋呢首歌唔係單單單俾人聽噶，俾人跳舞噶。你做唔到呢樣嘢咯 ，OK？ 呢樣嘢係要時間去控制你個左右手做唔同嘢嘅。長音喺右手，二粒鐘，二粒鐘，叻仔啊！呢個我 OK 嘅，呢個笑就唔得啦 ，OK？是這樣做的，知不知道？但是 anyway 不要緊，你現在就是幫我練熟兩隻手很流暢的，那我就給你過關先，好不好？嗯 OK？ 再今次呢，我知道你累了，你幫我彈一次，我不會錄你影的，因為你這首歌未去到我的要求，給我計時，停一停。好，放在這裡沒有壓力的，嗯，開始準備兩首先，開始就不用看著他都叫你不用看著他了，開始你彈得慢了，但是不要緊，我要穩陣，我先放下。1分20，好，比我預計的好，因為我開頭預兩分鐘給你的。好，做些其他事好嗎？悶啊。什麼？不過在家裡先約發三張，都是這三個星期不會停的 non-stop 練這首的，嗯，我就算給新歌你，你都要 non-stop 練這一首，行不行？嗯，新歌的我當然會給後面那首你啦。我知道，不快知你可以選擇彈了 A 或者彈了 The Cat 先都得，我沒所謂。 A 呢就是很死板，就是死咕咕哒哒哒哒哒哒，好像你校仔那首那樣，而呢一首 C 二咧就係比較特別少少，得得得得得得得 funny 啲咯，你點睇 ？funny 啲先，唔想揀，直情揀啦，直情唔想開始啊！仲興玩電子冰冰唔係啊嘛？好啊，那個
咁 C 咧，你要幫我做一樣嘢。咁你見咧，佢嗰個右手咁簡單，我可以俾你分開兩隻手彈。今次佢冇叫做合作嘅嘢啦，即係唔一定要兩隻手合作先可以彈到一句完整句子，因為佢個主力就係喺右手度。但係你又要注意，佢呢個係咩 clef 啊？右 clef 啊，冇呢樣嘢嘅喎。右係我哋右 clef， 呢個係右 clef， 右 clef 係呢個高音喎。左 clef 兩個都係左，咁即係點啊？諗下，你會點樣擺隻手啊？諗下嘢啊，俾佢自己個腦。擺中間又係擺中間，咪即係冇變，得唔得咧？一定啊！Honey 醒目啦，抹一抹個琴先。好緊張啊！頭先識唔識抹㗎你？你同細路一樣，好似印索水咁咩？係啦，自己你自己知你彈咗邊個位咧，有手汗會立噶嘛。你立住咗咧，就彈得唔開心嘅。我就係呢啲嘅，咁所以一定要抹到乾乾淨淨，我先再彈第二首嘅。收貨，唔該曬。係啦，冇錯就係呢邊。咁好啦，咁我哋講過應承過你啊嘛，彈我右手先，就右手先啦。呢度揾音咯喎，咁快？你咁快？自己嚟到？好啊。少少節奏捉得到嗰啲啊嘛，係咪啊？好，唔緊要，就彈呢、這個韻音先，都係跟翻頭先我俾你嘅應承咗你嘅嘢啦，左手就右手啦，梗係唔係 C 啦？一睇就唔係 C 啦。哥哥考曬試啦，我開始要做功課啦。未啊？考到幾時？星期幾？星期今個星期先考。是不是我想問媽媽的。是啊，今個星期先考。得 ,keep 多一個星期功課。細佬不想跳來跳去。找音哥哥，不要浪費時間。嗯。
呢個係 K 同嗰啲。好，呢、這個我俾你，就係 A。嗯，邊個？左手。A 啊。係。咁你可以彈到八八八啦。係，呢、這個 A。跟住就攬上去嗰個好高嘅，都唔好唔算高咯，總之隔咗係啦。手指弓在上面啊，手指弓在上面啊，手指弓啊，咁跟住你先至再揾呢个 E 啊嘛，又唔记得咗方向，你唔记得咗定系冇用心揾？你记唔记得呢个方向？记得，好呢、這个。嗱呢个咧就好 tricky， 你真系要单丁咁样去揾咯，即系唔同冇得俾你，你要慢慢推断啊 B。落咗去係乜咧？落幾多個咧？你要用 B 白色嗰個音嚟到去揾噶，係啦，跟住再揾埋呢一個。我就有個快捷嘅方法嘅，呢個係一，呢個三，呢個五七，即係隔七個音，一三五七咯，係啦，係啦。咁呢個就係佢啦，放手，跟住就係佢嚟噶啦。这个你找了没有？这个就是他来的嘛，这个
係做喺呢一度，而家我叫你放手，就淨係彈佢。點解你會彈？又係點解你又係彈上面呢？呢個係下面嘅音嚟噶嘛？你頭先唔係彈呢個㗎？你認唔認到啊，哥哥？呢個係直情一個位嚟㗎。OK， 下面呢、這個，咁呢個咧你自己數上去啊，送三首先啦。彈埋佢，因為屬於呢個句子嘅拍子嚟㗎。你嗰個節奏啊，呢首新歌，淨係幫我彈曬啲音出嚟，得唔得？一個 scale， 温翻嘅啫。你唔會用呢本彈噶啦，之前個 scale 我哋俾張紙你噶嘛，而家用呢本嘢嚟彈。G major 學過噶啦，就彈 G major 俾我聽，睇下你識唔識系統。我而家俾你睇。開始，邊個 G？了咁高啊！我講過俾你聽，個定位咧唔係我哋死記噶。你彈兩個八度，你要睇下你呢隻手個八度去到兩個八度後，個聲高唔高？我覺得太高我就唔會揀。手擺大地，如果你唔用嘅話，係黃子啱啊，冇問題。上去點解嘅？呢度一個八度，跟住呢度圓啊嘛，五手指圓噶啦嘛。係。再嚟講，手巴大髀。少少，咁我而家今次梗系会写啦。G major 我要两只手，下次得唔得？OK， 好，落堂。